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，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人在圣殿，我们心跟思想也注重这个圣殿，是能够明白的真理。求的圣灵自己做我们的讲员，也求主帮助你软弱的妇人，特别的中文，使我们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你的道理。请求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圣灵求，阿门。今天好像是第六讲。这个约翰福音三章是六节，第一讲是这个神爱的气成事，记得吗？第二讲就是个最大的原因，也别到那个三章是六节麻烦一些。第二讲就是一个因才对啊，或者因此神爱世界，因为英文有啊，否则说话这个中文落掉两个字里面对。第三个。讲的我们就是一个用神最伟大的爱者。第四讲我们讲这个爱本身从希腊文是什么最高程度的爱。上次我讲的这个是第四面的这个是的 cosmos 最多的数目。今天我要讲哪里，我总共会讲十五章，不相信如果神的旨意我会继续啊，但是那时候要按照我的时间了，还有没有提早面对我给别人，我下个礼拜在纽门他们也要我讲那个以后再怎么安排一个时间，我当然注重美国一些，虽然我没有兴趣要注重他们，我做人有原则。后来我看这个今天我们要看的什么，你看这个中文翻译有三个他，但是不同的意思。第一个他是这个对不 对， 对，这个他是的是上帝嘛，是。第二个他是我们的知的，对不对，他第三个他是耶稣本身，对不对，对吗？对。因为什么，上帝将他的独生子是给我们知的，叫信耶稣的人不知道他的什么。我们要注重这个最大的人物，这个他耶稣是最大的人。上个礼拜我又跑到那个台要看这个他耶稣，为什么耶稣是最大的人物呢？有三点。第一点，你从这个来看，有别的传道的不止一个，不管神学说我怎么把这个解经化，或者你可以联系第一讲到你听，你听我讲的要用脑子啊，不要打瞌睡。你看这个耶稣在这里做什么？中间人，对不对？天父上帝跟我们人类跟他们对中保。所以为什么他是最大的人物呢？我用英文，他是这个 peace child， 怎么翻译？这个他是和平之子，因为是借助他。我们跟天父上帝就变得和平，为什么呢？你如果懂得圣经的这个神学，就是亚当犯罪之后，我们全部都不会离开上帝。亚当是上帝的儿子，原来就挂了。你从创世纪你看了，原来就挂上帝的儿子，所以不是当然耶稣是儿子，对不对？耶稣的儿子有另外一个角色，我们上帝的儿子又不另外一个角色。那第二节第一章第十一节十八节那个灵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子，那另外一个是灵，不然圣经很复杂。他是和平，其实。然后在校园书房，我不是他们的，我不是在这里推销他们的书。他们有一本书，从英文翻的，英文翻译我有。Peace Child 这个题目，然后他讲，我不理，多少钱我也不理，但是我有那个原文，我读过了。那个讲到什么？几十年前呢、啊？有一堆夫妇百人从美国派他到印尼的乡下，靠近澳洲印尼岛，你看印尼岛，伊兰加里，他不知道那个城市哪边靠近澳洲的岛，他要把他那边的乡下一面，就是换句话说，在那边的原住民，印尼人的原住民，他们也不懂，还没穿衣服啊，这个不解决。那是过去的事，后来他这个老外啊，不懂他们的颜色啊，夫妻，
海底轻端的 Ron Richard 他的名字，他怎么传回给他们？他要先去不是学他们的油，肯定杀那些印尼的国，中文的麻烦，还有他们的相册的。印尼的跟我们华人一样嘛，有客家话嘛，有什么话，反正不能太多，对不对？后来他找到一个看到他们这个原住民跟那个原住民吵起来打架，他们现在是用那个 arrow 啊，射箭的那个，或者用那个叉，对不对？还没用枪。后来，如果他们吵架之后，等于两组仇人，对不对？怎么变成和平了？其中一个要把他的独生子杀死，当做活祭，才对方接受，才能和。若不然，一辈子下一辈子我们仇人。他这个老外讲，上帝已经把他的独生子牺牲了，对不对？是我们接受的，对不对？跟他合作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个老外后来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他自己写的纪念了 ，peace， 啊，很简单，和平事情，所以说很慢，翻译的中文，你要去嘛，你去嘛，你不管，我不是替他们推销啊，是真的。为了这个缘故啊，我已经到了那个不能进不出兵的基督徒的街上。为什么耶稣是最伟大的人物呢？第一个，他牺牲自己，为了使耶和华上帝跟我们世人罪人和平。第二个，因为他这个他耶稣是祝福的祈祷王长老，你叫我怎么读的？哪一个？祈祷吗？祈祷祈祷谁翻译这个？我礼拜六的学生给我翻译成中文，反正英文的 Because Jesus is the channel of blessing，对吗？他怎么什么 blessing？ 真的，我们这个世人，他我们为了信这个他，跟上帝得到上帝的一切祝福，在哪里？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节说的，过来对吗？恩上加恩，那会读。我再给你一个。提摩太前书，我要讲就讲，反正就是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是七节的话题，讲什么？要来读，大声一点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是七节的话题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有七啊？对，第六章第五章。第五章。对，提摩太前书是七节的话题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，更当如此。因为经上说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，不可拢住他的嘴。又说，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结果，你好好注意啊，你懂得原文还是青蛙原文的？那变成这个章鱼都两种章鱼，一种我们母系是章鱼。特别我们改革中跟长老会，那边讲到两三个长老，不是说他专门看房，或者是专门祷告，或者当心理学或者什么什么一大堆，但是专门讲道跟教导。嗯。要什么？要加倍的敬奉。两千五十万没有一千块，不是你国家的。为什么？那边是专门什么？是他。浪费时间专门研究你这个，为了教导你们，是，要加倍的敬奉。那么圣经的教导，我们是改革中，还不请到念海之的有没有改革中吗？你是把它放在大韩国长老变好了？为什么？改革中的基本思想的神学 back to the Bible， 对不对？回到圣经，至于圣经，在拉丁 sola scriptura，
们醒到，你醒到的时候，你不怕上帝的祝福？我告诉你，上帝的祝福。你怕花钱，他要我这个口袋钱。他们自己说啊，李牧师啊，你那个退休金啊，留在晚年用，对不对？本来对呀、啊。等于上帝给我拖到九十岁最少，我还要口袋里要出来呀、啊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七节来读来读一次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七节讲什么、啊？这个保罗的话是圣经的话，不是我的话。第九章第七节。对，哥林多前书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七节，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？有谁摘葡萄园不吃葡萄里的果子呢？够了。保罗说什么？有谁去当兵为国家打仗，自己的口袋钱吗？智慧吗？这个常识啊！管我有多少美金，我后天你跟台湾飞机票台湾到达，也是我的口袋，但我不能。他们自己说都不能够，你们三位离开这个台湾，我们付你的飞机票，三位才多少钱啊？才五六千块新台币。感谢上帝，我住的我要的有了套房，还有电视看。台湾有好看吗？怎么好看吗？要选总统，难道我不想看了、啊？耶稣是成你这个天父上帝的祭道吗？渠道。刚才那位基督徒啊，他后来过世的时候，他留下了遗嘱。西方人喜欢啊，就叫立世界遗嘱。后来死了他的太太了，我看到了，就叫律师，这个遗嘱，遗嘱上面什么？他所有的这个土画，那个所有的要拍卖。后来他要找一个人来装，他晓得吗？我出道就这个，他要这个人做主持嘛，因为这个怎么做？叫这个什么？叫我们 MC 了。后来听打广告，都有钱人特别喜欢这个。不怕手那个不是拍着全部剧本。那位先生主持的时候，先看那什么，他的那个病又快死的儿子照片，是那个先看的呢？按他的遗嘱啊，他的顺服啊，因为他那个主持的也给他写的不是名讳，就看的那个，他拿出那个照片，那个他的同事那个儿子才十几岁，哎呀，看起来都不像样，快要死的样子。连病人都有那么一说一什么，又不是帅哥，帅哥不一定那么贵啊。那就看看这个，后来就说谁要逼，他说逼出价了，全部有钱人的，逼不可能。第一有没有人出价？第二有没有人出价？有的。第三后面一个做十几岁的黑人，你不是。现在雾气底下的黑人都是农夫，你知道吗？哪里有钱呢、啊？他的十几岁也是，为什么？他跟这个儿子好朋友啊，就那个，他就我要买那个照片，多少钱要出掉？7毛5啊，笑死！现在台币1:30，一比七毛等于多少台币？你自己算。7毛等于7.8 cents。等不到30块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再去开出。第一7.5，第二7.5，第三没人。这个上来，那个黑人，他三个都要人，叫他等一下。第二封信开，遗嘱，任何人敢买我这个儿子独生子的照片啊，所有的全都。
好不好？好啊，可惜你不在那边了、啊，我也不在那边，还有你啊。牛在那边也不去买，对不对？送给你也不一定要，对不对？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们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的照片吗？让看死的对，让当时一定有刺，还有流血，还有那么受流泪。这边叫你买那个照片要不要？我告诉你不一定要。但是我们信他救的时候，上帝的天父上帝所有的财产会给我们。你信不信？你不相信你先去了。所以他是天父上帝的 channel of blessings。 为什么耶稣是最伟大的人物呢？第三点，也是最后一点，我先给你看这个，虽然我中文不是很好，这个我写的好不好？天天九色灯啊，100多人不敢办。有人我听过讲到，当然是中国人，当然不像不是 ABC， 不是每个是你跟你们一样懂得中文，他用这个讲讲到。为什么？华人全世界需要祝福，祝福，祝福，对不对？祝福，福，福，福。他用这个来讲到什么？一个人啊，一口田啊，一个人有财产，但是没有神之鞭啊，没有用。真的，他用那个讲道，你也可以讲道，这个可以讲一天道。现在我这个就搬给你们看，我要用的英文也可以，我要用的英文。这个他是耶稣，对不对？现在英文耶稣是 JESUM，Jesus。我曾经在这里讲台说过了，即使 JESU， 但是它是如果希腊文的耶稣，每一个字有数字，总共合起来的希腊文888，这个不是迷信，不是迷信，我提到了几次了，在圣经整本圣经，新旧约中，一号有意义哦，哦，1-13有意义，后来跳40。在旧约挪亚时代，为什么上帝要毁灭世界，用四色天色都下雨，对不对？因为为什么四色不是五色？因为还有五色的意义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，听清了，在马太福音第4:1-11啊，要被撒旦试探，他四色作为一声禁止祷告，为什么四色？因为有意义。我不是迷信，我不是看你见证啊。第二种不简单一点，我们那边好像马太福音第有那个 buff 啊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他们饥渴慕义什么？圣经的话。为什么耶稣是一个最伟大的人物？他这个耶稣字在希腊文啊。在英文我会放一点，很有五点，希望五点之类的。这个本身可以讲到，原来我们一直要把它连在一起，如果我可以这个地方到，然后车马会，对不对？我不是为了车马会啊，你要懂得我的什么重点在哪里。J 是什么 ？Justification， 注意说怎么翻译 ？Justification 吗？称义，对不对？为了什么？因为耶稣的称义啊，罗马书3:24，没时间去看了。第二，以什么？这里有了 eternal life， 永生。eternal life， 1:36，对不对？第三，你信耶稣的时候拿到什么？耶稣这里啊 ，salvation 在哪里？
不是没有读上非神了，对不对？上非神得救，从那个从你那个把他救出来。上非神后来一是什么？又是什么 ？United with God， 就这样的。你有了信这个，他我们这里你跟上帝和好，不但和好，我们麻烦你看，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听完过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做上帝的儿女。信他是信耶稣的人啊，那都权柄都上帝的儿女。你在这个世界上都随着儿女，也最后也是信口，包括这种的。在圣经讲到最有钱的水，就是你整本圣经，整本圣经旧约新约，啊，还没算，因为约伯不是皇帝，一定皇帝很有钱，谁呀？啊，所罗门皇帝太有钱了，甚至太太跟奴仆全部有一千。我告诉你，哪一个男生能够撑得住一年就365天，有1000个小姐来服侍他？等他回来，这个是犯罪，对不对？他最后做了什么？写的什么书啊？最后还有一个传道书，一切都虚空 ，vanity， all is vanity， 一切都是虚空。你要做上帝的儿子，才能行动。你就是天，最后一点 S 是什么 ？Satisfaction， 怎么翻译？满足。你信耶稣重生得救，你应该是满足，但是那个基督还不满足。我几次在这里讲了，我还要讲。每一天忙，看紧，我看我家，我家也细。你要看到什么时候？教会也是看紧了，有一个房子要两个房子，对不对？上帝不看你多少教堂，多少，要看你多少人。好像没有满足。这个数学的懂得吗？当然懂得啊，你不懂就扣分这里面，这个是数学的吗？这个叫做 Pascal Triangle， 是怎么算呢？这一个加这个就这个，对不对？这里有空间呢，要看这个空间呢、啊，所以这个是90度，对不对？对吗？假如不对，告诉我，因为我不是数学专家，对不对？后来全世界这个数学啊，也是用希腊文，这个 Alpha Beta Gamma 希腊文呢、啊，不是 A B C 啊。你晓得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吗？这个发明的人在法国，一个法国的 mathematician 数学专家叫做 Blaise Pascal， 他出生他不长寿，奇怪，很多出名的人不长寿，所以希望我不要出名，免得做那么多事。他39岁就过世了，奇怪，他出生在6月19号。1623年，等于快要400年了，对不对？快要，就差几，2023年就是400年了。等于他跟刘纳德的分析一样，同他也是法国人，对不对？不过刘纳德就是那个画家，那个人意大利，对。他过世也是19，8月19，1662，39岁了，多2个月了。他本来是世界有名，为了这个，全世界包括印尼要用这个也是。你到哪里？台湾用对不对？后来他去研究圣经，后来他是天主教，没有关系啊。连天主教我去讲到我也去，
中部对岸新加坡在天加坡，我们更保守，我告诉你。或者他研究圣经，他念教，或者他讲这句话。There is an emptiness in the heart of every man which cannot be filled with anything else. But by God the Almighty who is known through Jesus Christ. 他的方言，全世界的人啊，在他的这个很深刻的这个哈，一个洞，一个空间啊 ，emptiness。你我有洞，我们看不到，医生他看不到，但是从心理学角度可以。这一个洞啊，你用什么都不能满足，用金钱不能满足，用帅哥不能满足，用美女不能满足，用地位不能满足，用什么都不能满足，除非耶稣基督，认识这个耶稣基督。你问我，我不认识他，我认识他，我今天不在这里。他这句话差不多400年的对吗？你圣经的历史有？约翰福音，约翰讲约翰是我的特使啊，你不懂就算了。第二问题，四章讲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什么？他们人呢在行给那个地方几步遍，耶稣呢请给我一杯水，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说？你是有他我们杀，我们根本就不仇的，那时候是跟他们仇敌了。你搞得像，或者你是男生，我是女生，或者什么伟大？我们来看啊，最后一点，第二第四章第十节，四章第十节，福音第四章第十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若知道神的恩赐。”按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你活水。好了，是三节是四节，现在第四章还是第四章？第三节是三十四。耶稣回答说：“凡喝这水的，还要再渴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到永生。”直永到永生。耶稣要给他的喝的水了，不渴了，你满足了，你懂了什么意思？要请我加倍的祷告，加倍的敬奉。没有时间限制，是1:30。为什么他耶稣是最伟大的人？上一点，第一点，他是和平之子；第二点，他是天父上帝祝福的喜爱；第三点，因为他是耶稣，他是婴儿，接着他你的成圣 （justification）， 接着他你能够拿到永生，接着他你能够拿到这个救恩。救了他，你看上帝的儿子，救了他，你才满足。我救了。